为应届生来说，简历挺不错的。还有其他要补充的吗？我社恐，就是团建聚餐可以不参加吗？行。江总，那就当我的秘书吧。哦。来到公司就好好干，别害人家说我是你哥。知道了，本来也不是亲哥。江总，江总好。好多人。人呢？林洞洞。对不起。让你买个衣服也能买这么久。我是去南京出差，不是南极，对吧？他们一直推荐，我能报销吗？报个鬼呀、啊！别呀、啊，我这个月工资还没拿到呢，我这钱是找爸借的。你还敢拿爸威胁我？江总果然年少有为，看来这次合作会很愉快了。我们也很期待和夏日林洞。林洞大。这是在找什么东西吗？见笑了，那我们午餐边吃边聊。给我等着，爸，快点把这个麻烦金给我领走，他差点搞砸我一个大单子，我这个小庙是伺候不了了。生日快乐哥。你怎么知道？我还以为没人记得了。你说啥？我没听清。哦，我最近老给你惹麻烦，对不起呀、啊、就只会这一句，你的道歉就这么不值钱吗？我跟你说啊，人在职场最重要的就是坚守自己，这样别人才能看得起你。嗯，懂不懂啊？懂。行，那这个项目就交给你来做。啊？争取，懂不懂？嗯，懂。新来的小秘书是不是有什么关系啊？肯定啊，不然他那么平凡，江总凭什么那么看重他？是吗？我们不是要讨论策划吗？江总，你刚刚说的链接发我一个。洞洞下班了还不走啊？哦。行了，你不疼，我看着还疼呢。哎，你帮我看一下这格式对没有？我帮我吧，你先敷片面膜休息一下。谢谢哥。什么叫进上级考察我没有被聘用？这两个月我考进这项项目都没问题啊。嗯，不错嘛，被争取了。什么？进上级考察这个职位不适合你，做秘书屈才了，把简历投去公司项目部，那儿有更适合你的职位。嗯。